change stays the same. It all feels brand new, but we know the truth. The choices that we make, it makes me and you. Here we go. 来到东青，最重要的就是东青夜市。然后现在的夜市呢，跟几年前完全不一样，超多人的。所以呢，等一下就来把每一个东西都买来吃一遍。Let's go。是吗？蛮好吃的，猪肉的哦，可惜没有吃到鲱鱼软的版本。其实这也蛮好吃的，它味道蛮重的。赞吗？赞吗？好吃，哎呀，有吗？有没有对焦？有有。它的猪肉还蛮多的，确实也很多，值得。多少钱？一份八十。这就是零头果。准备试喝喽。对，你一定要体验一下，什么感觉？还好哎，还蛮好喝的。真的吗？为什么有人说不好喝？还可以啊。这是甜的，它加蜂蜜。它有加蜂蜜啊。这是改良过的，蛮好喝的。我会这么怕的原因，是因为多年前来蓝屿时，就喝了一杯超纯正的零头果汁，然后那个时候喝啊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苦涩，然后又带一点零头果那种特殊的。腥味嘛，不知道该如何说明的味道，反正呢，就是让我呢至今仍畏惧三分。不过呢，目前看来已经是经过改良了，所以呢，喝起来呢蛮好喝的，零头果跟蜂蜜真的是非常搭配。看了我们买了什么东西，走。蓝屿要喝的零头果汁，还有什么小米甜甜圈？这是什么？总味的儿时点心，叫什么？地瓜，地瓜饼。这个真的好吃，它炸得很酥脆。还有什么？想想看，章鱼烧，现捞的。很烫哦，所以还没有办法感觉好不好吃呢。有吃到章鱼，完美拍，你没有完美拍那个手势，快，完美手势，你现在是完美了，完美手势。好吃吗？还可以，可是章鱼感觉就一点点。对啊，没有大方哦。鲱鱼软，香肠炒饭。香肠炒饭，香肠那边。问你一个问题。好。
这全部吃的。哪一个最喜欢？对，我会投给这个饼，因为有没有我最爱的起司，而且它的味道很浓厚，猪肉卷饼，然后还有林头蜂蜜果汁，加蜂蜜真的不一样。之前有一次喝原汁，那个味道真的是蛮大的。飞鱼软香肠炒饭第一名，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飞鱼软，是因为有高粱，就是有一点味道了，而且它里面那个什么飞鱼软是会啵啵啵的，啵啵啵，今天的关键字啵啵啵，但是这真的也蛮好吃的，就是这个蛮重口味，对啊，如果喜欢吃起司的应该蛮喜欢，可以推喜欢吃起司的推荐，刚来蓝屿玩就一定要吃飞鱼软香肠。对啊，这很到底哦。OK， 好，赞。东青夜市好吗？东青夜市这次的热闹程度呢，真的跟两三年前比起来差很多。还记得两年前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大概只有不到一半的店家吧。那热闹程度当然也不及现在。所以呢，今天就选了一些以前没吃过的小吃来跟大家分享。那这边的价位呢，跟台湾比起来一定是贵上一些了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吃起来呢也都非常的美味，所以大家呢难得来一趟嘛，就好好的吃，好好的玩吧。那这间名字很有趣的店呢，别看它小小的，生意非常的好。那它卖的排骨饭啊、鸡排饭呢，那个用料都非常的扎实，那个肉都很大块。那以这个价位来说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棒。那如果你有空呢，来狼岛村，一定不要错过这间店哦。人鱼和猫呢是之前有吃过的一间餐厅，那这次也很期待能够再回来吃一次。我选择了这道葱爆羊肉，那吃起来呢，味道还不错，没有什么羊骚味。不过呢，整体的分量呢都稍显少了一点，所以你是大胃王的朋友，可能还是要去旁边的东区夜市再买一下宵夜啦。以它的价位260-270来说，是有点偏贵的了。那咖喱鸡呢也是普普通通。并不会到不好吃，但是也没有特别的美味，所以说呢，人鱼和猫，可能下次不会再来了吧。横铁雪花冰，它的重头戏就是。海草飞鱼软雪花冰，蛮特别的。绿色是海草的叶，然后呢，这一颗一颗的是飞鱼软。零头果的果冻，非常很漂亮哎。对啊，那还有一只小鱼。然后呢，老板有特别说要先吃果冻，再吃冰，因为冰的味道比较重。从果冻开始吃，他说味道比较淡，零头果冻。还有一只鱼，超可爱的。比较清淡一点。飞鱼软的海草冰，如何如何？有咸咸跟甜甜的加在一起，你喜欢吗？
不喜欢。你喝吗？飞软。甜甜的是那个雪花粉，然后飞软跟咸咸的那个海草的海草的炼乳是咸咸的，所以就是咸跟甜的加在一起。要吃一口。开心一点。好，现在换小柯来吃。如何？好吃吗？你比我的还丑。咸咸甜甜的。咸咸甜甜的，蛮好吃的。我帮你把外面的吃掉。好，可以。外面全部给你吃。我就吃那个牛奶的雪花冰。我还蛮爱的。所以见仁见智，因为它的口味太奇怪了。是不是？都喜欢，不喜欢的人就是。我是觉得搭配的蛮好。所以蓝雨要吃吗？蛮特别的，蓝雨才吃得到。达悟族的主食，来试试看。芒果的。这是巧克力啊。白色巧克力。有来蓝屿一定要试试看海草飞鱼软的，蛮特别的。在我们要回去的最后一天，我们遇上了台风。哇，原来蓝屿不想要让我们走啊。不过呢，台风这天呢也没办法出去吃什么美食了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美食介绍就到这边咯。那谢谢你的收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隐藏版的美食在蓝屿，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知道哦。那我是 DS 科科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